我叫做 Tammy， 是一个糖宝宝的妈妈。 Samuel 呢非常之活跃好动，又好鍾意呢攞人哋嘅注意力。自从佢出世之后，七年嚟我哋好渴望有一个坐定定嘅敬拜生活。当初打嚟 Saddleback 询问 Special Kid 主日学嘅时候，电话入面有一句 Welcome 令我放下咗多年嘅心头大石。 SK Leader 非常之关怀 Samuel， 佢哋总係可以训练到佢贴贴服服遵从指令。我觉得 Super Kid 嘅导师真係好 super， 作为妈妈我都好佩服佢哋。弟兄姊妹知道 Samuel 有中度的听障，他们每次欢迎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都用手语，这些微小的举动都令到我觉得很温暖，很被接纳。 Samuel 现在已经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打成一片，最喜欢在教会台前唱诗歌，跟着敬拜队一起做动作。教养孩子的历程虽然很艰辛，但是信仰叫我相信上帝。上帝知道我们的难处，当我无力或者挣扎的时候可以向神呼求。因为 Samuel 我更加经历与人同行的神，也都让我能够明白其他 SEN 家长的痛苦，关怀他们。我和 SK Leader 一起筹办活动给特殊孩子的家庭，也希望他们可以认识一位苦难中与他们同行的上帝，让教会可以成为他们一个歇息的地方。